와, 나 자꾸 채워줘. 나 자꾸 채워줘. 怎么样？有什么好建议？ 不好吧？你把我跟你当成同类哦？不行啦！好了，抱歉。执行长，终于找到你了。 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最注重公共秩序的人。我爱环保，爱地球，我从来不乱丢垃圾，甚至不在公共场合打喷嚏。哦，哎，我是说真的，我认真的。要不是因为我迷路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不信你问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没事了。我刚真的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不用担心。好，那就好。 不对呀，你什么都没看到。我们一起咳嗽，把刚刚那趴忘掉好了。